Hello，关于 Ja, nein, doch，好像冒出了一个问题，我想要在这里做一个很简短的说明。那有提到说整流的地方，我看到有提到说，如果我问你没有空吗？然后你想回答，对，我没有空，那德文会怎么说这个呢？会不会说 Ja, ich habe keine Zeit？不是，我们还是会保持我叫做平行，两个都要一个否跟否，所以就是。Hast du keine Zeit？你没有空吗？我们回答的是 Nein, ich habe keine Zeit。就 Nein, Nein, keine Zeit。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否定的，所以就是一个平行的意思呀。所以希望这样子就可以，用得正确，然后了解这个小小的细节。OK，好，非常好，下次见。